相公言重了，以后我都依着你的意思过日子，我会按守本分的，不会让你为难。 这是我多年的积蓄，全都交给你。以后你想要什么，想买什么，尽可做主。宝宝，这是观世音菩萨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。 看清楚了吗？这是娘的一个朋友，娘很珍惜的一个朋友，送给娘的，很庄严，是吧？娘请求菩萨，让你平安健康的长大。以后，你要虔诚认真的去给菩萨烧香祈祷。 出去。 你怎么还留着这样东西啊？还给我！你来啊！哼，你还没弄懂，这玩意儿是你的催命符，留着它，哼，只会给你带来祸害。 我不拿走，过来，我看看你受伤了没有。那东西不吉利，留着晦气。但既然你喜欢，就留着吧。 我对你实在是太宠爱了，老是忘了你做过的错事。那东西留着，给我提个醒也好。下回不要又原谅你了。你喝醉了。<笑> 你知道的，我不能喝太多。喝多了，我就会乱说话，所以我没喝醉。你到底来做什么？我明天要去办一件非常棘手的事，如果处理不好。
可能凶多吉少，更或许再也回不来。所以在走之前，我想来看看你，你能不能说几句我想听的话？说一句，小心点，早点回来，有那么难吗？我但愿永远都不要看到你。不是说这孩子是我的吗？我是来当爹的。你不要过来。为什么？父亲看望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不是他父亲。谁是他父亲？谁？我是说，你不配当他父亲。小春，你干嘛把孩子还给我？不要！求你，求求你不要！求求你，求求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这个疯子，你疯了！你总算说对了一件事，我确实是个疯子。今天只是丢来玩玩，也许哪天我心血来潮，找把小刀在他脸上雕个花，刻个字什么的，想想就很有意思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说了，明天要出远门，只是想来看看你。宝宝，别哭，宝宝不要怕，宝宝没事了，宝宝乖，宝宝乖。如果我回来看不到你，小弟，天涯海角我都能追到你。那一天，也就是我们儿子下葬的日子，听清楚了吗？